要带包啊！把包拿出来，我们检查一下。上我的包，我最不怕被查包。我们这个非常的真实，我都不用提前准备，我什么都没往出拿。来，这就是我的包。你想查什么？再看能有什么？随意。这是一个大包，套了一个小包。来展示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消肿的，每天就起来可能很肿什么的，然后就消消肿，推一推。可能也是心理作用吧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看这个是一个小包，里面这有，来看一下，有充电器吧，好多充电器，有墨镜，电源，啊，这个是那个镜子，看看牙里有没有什么菜叶什么的。这是墨镜吧？哦，是墨镜。对，我也不戴，我预备着。万一有时候，万一是太阳特别大呢什么的，就要戴上它，把你们都穿帮了。好真实啊，我们这个节目。哦，这是粉丝送我的手机壳。什么都有，我的天哪！哦，这是画剧本的荧光笔，紫色，紫骑马。这是唇膏。这个唇膏大家可以看一下图，一句广告。已经用到，你看看背面。多么节省的一个人，我不把它用光，我都不扔。那就这样了。真的是。我这也非常。对对对，时刻准备着。励志啊！我也不知道啊。就是预备着不时之需要带上，这个是坐高铁送的，然后就要不能浪费啊。这个是酒店润肤露，还偷酒店？没有，我就觉得特别好用，然后就拿着了。这不算偷，打车票吧？没有，这个是过那个高速，过高速，过高速的发票，人家给我了，我就得拿着，我又不能乱扔。这什么？这个是那个治嗓子的。这个不是速效救心丸啊，速效救心丸今天好像没带。这样一看就不行。不能乱扔，要环保。我这一个小包里有这么多东西，我都不知道。另一只也现在已经找到了。啊，另一只，对对啊，然后是一个充电器，眼药水也是粉丝送的，对，还有眼药水。这是个什么？笔记本，新买嘛，就假装自己特别爱写东西啥。然后这是个啥？这是那个耳返。耳返。啊，写着我的名字的 ，Dylan， 特别好看，你打开它。里边也写着我的名字，看到了吗 ？Dylan， 专业吧？是你私人定制吗？当然，我是一个专业的歌手。啊，这个是经纪人姐姐送我的香水。然后这是个啊，这是个登机牌。登机牌，看过你的样子。对。我这啊，这是另一个墨镜，这也是粉丝送我的。对，这都是你们送给我的，我每天都戴着。高铁票也不能乱扔，这也是坐高铁送的。坐高铁送的，这也是，对，就以备不时之需。哦，这个是坐在飞机上就读剧本，然后写的人物关系。看我多认真，你就要捋出来这个人物表，我还没捋完呢，这只是一个行段呢。那个时候还没买本呢，就因为写在这个上面，然后被人家逼着买了个本。这是一个笔，这是耳机。这也是粉丝送我的，我就装在这里面了。然后这又有一个，这也是粉丝送的眼药水。这是啥呀？这是一个小跳板。哎呀，买了啥呀？这么贵？还有一块钱。哎，还有一块钱。散装的一块钱，我的财产。蒜香。蒜香跟狗可以盖的同款。这是啥？这也是一个购物单。不能乱扔，都要收起来。驾驶证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的，我是一个驾驶员。卡包，身份证，你看我真叫熊子琪，真名不是假名，真名。熊子琪对，就是我本人。还有啥？护照，我护照都掉漆了，会不会不让我出境呀？哇，看到了什么？天哪！啊！这是我 N 年前的。两寸红底照片，这个可不能曝光。天哪，特别丑。天哪，我怎么花了这么多钱？还有一个护身符。对，没了。本来这后面还有一个电脑呢，然后每天被他们说那个你背着不沉嘛，然后仅剩一个鼠标了。鼠标特别好用，然后就可以用了。然后你不用的时候，你把它关上。保持身材，你就每天负重40斤，真的。哎，我没觉得有这么多东西。我这什么鬼？这比你说的包可怕多了。是不是啊？我特别真实吧？我都不扔，真的是。
不能扔，不能乱扔。那一块钱散装了。散装的，散装。哎，我咋有这么多东西啊？哎呀，我要笑死了！这小包还挺好看的。这是粉丝送的，这是他们送给我的。哎呀，特别合我意。没了吧？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啊！可以了。